Hello， 今日翻翻嚟继续画水彩啦。咁啊，今个礼拜继续都系画花嘅。之前未画过，画咁向想同大家一齐画下。咁咧，今次有啲唔同嘅咧，就系、是、我系成个底咧都用清水就打湿咗先嘅。咁之后咧就会攞干净嘅厕纸咧去印一印嗰个花嘅部分啦。你哋看到我呢就落了一个几深的绿色，留意呢个绿色沟返浓啲囉，因为、你落了那个清水那个底嘛，咁你落颜色呢佢就即刻会变淡，因为本身张纸已经有水啦。我自己就好鍾意郁金香囉，但我觉得、你望佢即係真实嗰个花嘅时候呢就好靓嘅，但要畫呢我覺得都不是容易咯，因為它不會畫開曬咁樣噶嘛。其實現在就是最靚咯，反而你開曬咧就冇咁靚嘅，咁所以比較難啲，因為佢啲花瓣都是一束咁樣，咁個形態比較困難啲。講翻呢幅畫先啦，頭先見到我背景嗰度嘅顏色，上面咧就青綠綠咁樣啦。咁底部咧，下面部分咧落多咗蓝色。好啦，咁啊，我觉得比较要留意嘅地方就系而家花呢部分。咁我落咗啲粉红色啦。留意喺水彩世界里面咧，我哋系唔会红加白做粉红嘅。点样沟呢？就系将个红色加多啲水，我哋就叫粉红噶啦。咁另一方面就睇下啲花瓣。你見咧，每塊花瓣都有啲化開嘅部分。咁你見我咧，隻手揸住兩支筆，一支筆咧就係紅色，另一支筆係水分。化開嘅部分可以落咗水先，咁之後你先再加個紅色咯。咁如果你唔想佢化得太開咧，個顏色有時你畫完之後咧，一點完個顏色，佢直情炸開曬，你控制唔到佢化開嘅部分。所以你留意有顏色嗰支筆咧，你點顏色唔好點太多，咁水分亦都唔好太多咯。其實有兩種方法都得嘅，一咧就係成塊花瓣落曬清水之後，落啲濃少少嘅紅色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淨係化嗰位落清水。咁你可以落个淡少少嘅红色薄住做咁样。咁啊，留意咧，头先讲咗嗰个郁金香嘅形态个方面，佢系冇开晒，但系就一塊花瓣冚另一塊花瓣，会突出中间少少。咁你就要用一啲浓少少嘅颜色咧，去区分翻佢咯，好似我而家咁样。提下大家啦，咁呢一个系一个免费嘅频道啦，咁大家咧就记住入到嚟俾个 like 我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嘅片咧，希望你都能够订阅我嘅频道啦。咁因为咧要有你哋嘅支持咧，先可以继续拍多啲片，继续营运落去。咁亦都唔好介意留言啦，因为我嘅片咧比较少留言咧，咁就好难再推出去，比较少人睇到咯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留言，睇埋我其他影片啦。另外咧，我都有画画直播嘅，就喺逢星期一夜晚8:30。咁如果你都中意画画有兴趣嘅话咧，咁星期一咧你都可以入嚟大家一齐画画嘅。讲翻呢幅画啦，你见我咧翻差唔多噶咯，咁起码我做咗而家第一浸啦，然后咧其实我就预备咗一支喷水嘅，即系一个樽咧系有水喷落去，咁我就喺无印买嘅，咁喷完落去之后咧，令到幅画都有啲湿湿地，因为咧你画完花之后咧，你背景干晒噶啦，咁所以咧你画叶咧就唔可以咁理啦。同埋咧唔好太硬啊，咁所以我就会喷啲少少水先开始做，由浅色做起啦。头先咧做咗第一层叶，咁另外咧就会再加深少少嘅叶啦，咁
咁當然啦，你知道噴水咧，佢就可能唔係咁均勻嘅，咁所以你有機會補噴，但係離遠少少噴啦。咁由於有水分啦，同頭先咧粉紅色係一樣嘅。你嗰個筆套咧唔好染咁多顏色啦，但係咧要夠濃咯。咁嗰啲深色嘅綠色葉咧係穿插落去嘅，喺啲青色上邊，然後越溝越濃。咁最深呢個咧係綠色加啡，再加好多藍色，咁去做呢一個深綠色啦。其實葉咧我都係同上次玫瑰一樣，係要設計佢個擺位咯。絕對係唔會跟足嘅，因為跟足係畫唔到咁樣，可能畫面會唔豐富啦，或者傾斜曬喺同一邊啦。咁所以咧，你係需要自己加啲創意去諗呢一個葉嘅構圖啦，令到幅畫會有多啲層次同埋豐富啲。所以咧，你見我都有幾層葉嘅顏色嘅。咁啱啱你見到我攞咗畫刀啦。我嚟做咩嘅咧？咁就喺啲葉咧未乾之前啦，咁要係嗰啲葉深色嘅部位，我就會攞畫刀咧刮一刮佢，咁咧令到嗰個水彩顏色幫我刮起咗，咁就係做鬱金香嗰個款啦。然後咧我就換咗筆，你見我都係揸住兩支筆啦，有一支咧係好細嘅，係一支尼龍。毛鋒比較短的畫筆，咁呢支筆咧係做一啲精細少少嘅細節啦，而家做一啲藍色，我就將紅色加咗藍色去做一個偏紫嘅色，我嚟做咩嘅呢？就係、是、挑翻起一啲花嘅陰影啊，同埋一啲細節，令到佢立體啲咯。咁呢、這個都係唔係完全跟足。張相或者實物嘅，咁你要自己離遠望下點樣靚咯。如果有時都會畫咗落去咧，我係唔滿意，可能係 over 咗太多啊，或者係嗰個位擺得唔靚啊，咁你可以即時抹咗佢都得嘅，只要佢未乾，你都可以抹。咁啱啱我做咗啲咩咧？我就落咗少少紅色落去喺啲葉嗰度，咁希望嗰個顏色會 consistent 一啲。好啦，咁今日嘅作品差唔多完成啦，我哋下次再一齐画画啦，拜拜。